子 Hello，珊，你好，点我哋啊？终于相遇啦，子珊，系啊，梁子珊，你好。我心目中嘅才女，亦都系一个事实。同埋咧，我最近咧好有留意你嘅 YouTube channel 吓，你啱啱开始系都冇几耐啦，咁啊，哇，我都觉得正，咁我都有 follow 你啊吓，咁多啊，谢多谢，子珊，你家人喺边度？我喺伦敦，哎，哇，好系远啊，喎，伦敦系都好系，远啊。系咪佛系紧啊？仲系佛系抗疫啊？佢哋？佢哋迅速醒覺喎，我感覺呢幾日。咁其實阿 Boris Johnson 出嚟，即係俾人話佢十佛系嗰日咧，係12號。咁今日已經係21號啦。其實又轉眼過咗9日。咁啊，大家就我覺得呢度啲人即係開始見佢哋，無論由外在嘅即係意識戴唔戴口罩啊，或者係譬如話即係超級市場，即係嗰陣反應咧，我哋全部經歷過晒、見過晒㗎啦嘛，係咪？即系係啊，系啊，可冇能错，係系啊。搶貨啊嗰啲，咁其實種種我都見證到已經唔係咁佛系啦，即係都好系有意識，係啊。嗱，而家咧，我哋咧就系住家女人啦，咁就好欢迎大家咧就入嚟同我哋即系倾下偈啦。咁我哋又可以做 live check 嘅。咁我今日咧嘅嘉宾咧就系才女加靓女梁子珊。咁啊，而家咧就暂时唔系咁多人知道啦，因为我哋系伦敦时间，而家系伦敦时间嘅8:09，咁系啊，所啊，以我哋今日嘅 live 咧就平时我唔会咁早做嘅，不过因为伦敦嘅时间关系咧，咁我哋梗系要做翻伦敦嘅时间啦，夜晚嘅，系啦，咁我而家就等紧一啲嘅网友啦入嚟啦，咁同埋好啊，系好多人嗌早晨啊，Hello from 早 Hong 晨。Kong 啊，见到系啊，咁啊系啊，咁话仲有咧就系、是。希望大家咧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住家女人啦，記住校鬧鐘啦、留言啦、俾 like 同埋 share，咁係多謝大家支持啦吓，咁啊，我都盡量會搜羅一啲我好中意嘅人嘅，例如啊，而家嘅梁子珊啦，咁啊做下我哋嘅訪問啦，因為咧肯定好多人好仰慕你，點解咧？因為有好多網友都話啊，你幾時咧會訪問啊梁子珊啊咁樣喎，咁哇係喎，點解？不如就即刻啦，嚇！立即就揾阿子珊。好彩，我同阿子珊之間咧又有啲 common friend 嘅，係咪？係啊，我哋有 common friend 啦，有阿徐少華啦，有阿楊千嬅啦，咁所以咧，我見到咧，我都好開心啊！我成日諗咧，如果你哋即係見過你哋三個一齊有食飯啦，又做下 live，我成日諗，哎呀，係爭我咯！或者我過嚟加拿大啊，因為我知道你哋都成日加拿大嘛，天命啊、family 啊都喺加拿大，系你啊，哋系啊。煮嘢食嘅，我知道你哋，我就麻好麻羨慕啦。阿天明个太太咧就啊，系 好犀利，系啊，系啊，所以都系啦。咁啊，好开心。我之前2日前又同咗少华倾偈，都有讲起你，系咯。咁系啊，系啊，咁佢撮合我哋嘅，因为我问佢系，攞你电话啊嘛。系 啊，咁我所以好开心啊！咁啊，嗱，而家我哋就暖下个场先啦，因为咧，好而啊，家慢慢就多咗一啲嘅朋友入嚟，因为佢之前佢哋唔知道我哋嘅呢个时间，我都系其中一个啊，我而家都睇紧 live 啊，系嘛？你睇紧啦，系系咪啊，啊？系你睇啱紧啱有个咪？朋友话佢屙夜尿，所以睇到啦，佢哋系喺香港啊，可能系，可系能系啊，啊，而家香港系咩时间咧？嗱，我哋我呢度8:几，香港系5:零钟啦，系喎，真系啱啱转系啊。身啊，去屙夜尿嘅时候喎，系啊系啊，3:零钟啊，3:零钟，系啊。咁啊，嗱，子珊，咁啊，讲起话你喺伦敦啦，就讲起呢个佛系抗疫啦，好笑。我琴日就睇到一篇嘅报道咧，就话咧，其实你唔好睇小呢个 Boris Johnson，其实咧英国人嗰个外交手腕咧系一流嘅，你系估佢唔到噶。你哋闹佢咧，其实佢好聪明嘅，因为咧佢话嗱，而家佢初初咧就话要佛系抗疫吓，要啲人咧自己攞一啲免疫嘅即系。要個免疫能力啊嚇，要自己有咗先，咁咪可以抗疫咯。咁所以咧就叫佛系。咁其實咧，原來佢就話咧，因為佢公布咗呢樣嘢之後咧，好多人都驚嘛，乜個個就四散啦，個個都走，即係啲外國人咧，個個走晒翻去自己家鄉，咁咪少咗好多人咯。咁佢一走晒之後咧，而家就開始咧就係 back to normal 啦。嗱，又話停課啦，又開始咧就close 個 border 啦，咁樣啦，就開始咧做翻啲正常嘅嘢。咁啲人就話啦，英國人咧真係犀利啦，你同唔同？睇下點樣睇咧？我都覺得我就喺呢兩樣嘢嘅中間嘅，
即係其實咧，要結合幾樣嘢去了解呢件事嘅。即係當然 ，Boris Johnson 咧嗰日佢嘅演說咧係好得人驚嘅，因為佢一開始就話大家要有心理準備，我要同你講，我要同你講，你有可能會失去你愛嘅人咁樣。哇！你淨係呢一句已經嚇到，已經嗰隻手已經掟機票啦，係咪？係啊。咁加埋咧，其實咧早兩日咧，女王又出嚟講嘢喎。女王就話咧。我哋而家咧要開始咧揾一啲方法去同你愛嘅人去溝通，即係咁樣。嗯。因為咧，喺英國呢邊咧，星期日即係聽日啦，就係、是、母親節喎。哦。咁佢哋咧就講咧就話，即係母親就多數係老人家啦。咁其實正常咧，佢哋應該係聽日咧就會去探媽咪啊，或者係啲家庭聚會咁樣嘅。嗯哼。咁我覺得其實咧。而家我哋就喺呢一度啦，佢哋就話最主要咧就係將高危嘅人同就算即係譬如如果小朋友嗰啲咧，就佢哋可能會甚至乎冇症狀啊嘛，將高危同埋容易帶菌傳染俾人嘅人分開，咁呢個係個集體免疫能力嗰一種嘅個處理方法。係係。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見到佢哋係有少少循序漸進，首先就嚇到你好驚先。係啊。你頭先講嗰個都合理嘅喎，即係。係最害怕的人就會先走了，那為什麼那些害怕的人會先走呢？就是因為他說明是不會醫你的，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狀，首先自己隔離七天，如果你的家人就有症狀，就有症狀的隔離七天，你是家人就隔離十四天，他其實說得很清楚，就是說個訊息就是說有什麼事我們不會醫你的，首先看七天是怎樣，於是呢的確是會很害怕，或者有選擇，或者這裡不是他家的人，就全部先走了，咁成個系統嗰、那個負荷就會低啲啦。係啊，係啊。同埋咧，我亦都留意到一樣嘢啦。雖然即係我哋睇到英國嘅確診嘅人數越嚟越多啦，但係嚴重嘅係倫敦，真係係倫敦，因為淨係倫敦咧，單單喺倫敦咧已經係有1000嘅啦。咁但係你成個英國都係2000幾啫喎，2000幾3000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諗佢哋重點就係倫敦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而家啲人事後孔明又好，或者係事後嘅分析又好，覺得咦佢先嚇走幾十萬人，而大部分都喺倫敦走咧，咁我覺得都可能真係大大咁減低咗嗰個醫療系統啊、emergency 啊嗰啲或者係喺藥房搶購嘢嘅壓力咯，因為少咗一啲人去搶嘛，就係咯。未嘗不可嘅咁樣分析，所以話英國人好犀利嘅咯，成日咧佢哋講嗰啲説話咧，你又唔好太過認真啊。其實一啲嘅政治嘅手腕咯，佢好高明嘅話佢哋。咁啊，子珊啊，你而家自己喺邊個區啊？喺倫敦咯，就喺倫敦。最危險嘅地方係嘛？咁你過去倫敦係咪因為個女咧？係啊，我個女已經18歲啦。哇，睇唔出喎！兩年前已經高過我啦。係啊，哇！你。即係講唔出你睇唔出你有個18歲嘅女嚇，你好後生 ，keep 得好好啊！大家都記得，大家都知道曬。係咁，你係特登過嚟陪佢嘅，係咪因為有個spring break 咧？係咪因為有假？其實就咁嘅，佢哋有兩個 spring 兩個 break，即係喺英國讀書咧就出名多 break 嘅。佢哋係隔個月就有一個好長嘅 break。咁二月同埋三月嗰個 break 咧就好近嘅。咁你知道有搭埋復活節啦。係。咁喺其實我一早 plan 呢一個行程嘅時候咧。就已經諗住，咦？香港危險喎，最好就唔好個小朋友唔好走嚟走去，就喺英國過復活節就算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就一早就 plan 咗我過嚟嘅。咁我覺得過嚟又好啊，我反正喺兩個 break 中間，我自己又可以閉下關啊，做下嘢啊，諗下嘢啊，拍下片啊，睇下你啲片啊咁樣。咁所以原本都係咁樣預備嘅。咁而家似乎咧，到咗最近又變咗到英國。歐洲呢邊爆發了，但我有一個很簡單的看法，就是雖然無論是你而家都冇乜邊個地方係話真正安全啦，係咪？咁其實即係以個人嚟講咧，你嘅流動少啲咧，咁你其實係幫到呢個社會多啲嘅，即係唔好走嚟走去，飛少兩轉可以嘅話，咁唔好喺最多人嘅時候走去逼，因為嗰陣時先至會係最危險咯。所以早兩日即係早上個星期，大家趕住話走咧，咁我都不為所動啊，我都佛系啊，
我唔係特登佛系，不過我覺得少一個人走，少一個人移嚟移去，又飛走又飛翻嚟，咁其實就應該係會好啲，即係個靜態啲啊。係啊，而家所有嘅國家，相信係包括我哋，即係加拿大都係啦，即係叫啲人盡量唔好出去移動啦。如果你想救我哋啲醫護嚇，即係幫下我哋嗰個醫療系統嘅話，真係唔好周圍去，因為真係萬一爆到似意大利咁樣，跟我哋係冇咁嘅醫療系統嘅負擔唔到啊，冇地方冇床位啊，你都唔想好似意大利咁發生。不過咧，我哋温哥華而家每一日都好多嘅確診，淨係我哋嘅 BC 省咧，今日都有七十幾宗嘅有。係，唉，所以都好擔心。越流動嘅地方就越危險咯，其實係。咁所以可以做嘅就係，即使你喺危險嘅地方，你盡量留喺安全嘅地方，就做好自己嗰一部分咁樣咯。诶，咁啊，子珊嗱，你嗰边买嘢点啊？譬如购物啊，有冇买唔到厕纸、买唔到肉嗰啲啊？会唔会啊？嗱，其实由紧张咧就紧张咗成两个礼拜噶啦，即系开始呢度有人死亡嘅时候啦，即系初初咧就十零人咁样，咁即系每增加多一个咧，大家都好紧张。咁嗰阵时咧，其实已经开始啲超级市场已经开始紧张啦。咁但系我觉得英国呢边其实都做得好好嘅，有啲嘢。譬如英國嗰啲超級市場開始緊張之後咧，就已經譬如連啲大嘅超級市場嗰啲老闆啊，譬如 Tesco 嘅老闆就話俾大家聽，其實你哋唔一定要去超級市場嗰度搶嘅，你哋可以 online 嘅，我哋嘅送貨系統都係好健全嘅咁。咁但係好快又爆咗啦嚇，即係去到過多幾日咧，就變咗已經係冇咩人，即係太多人訂啦。咁你上去訂嘅時候咧？都好似之前喺香港咁咯，即係上去啲超級市場嘅網站咧，係要等好耐先 check out 到啊。然之後咧，我上個禮拜未想訂咧，佢已經要14日之後先至可以送到貨啦。可能因為呢度係倫敦啊。咁跟住咧，嗱，智慧在民間啦。咁跟住我就發現咧，如果係咁咧，其實最快咧，你係叫外賣，即係譬如假如你叫咖啡嘅時候，你叫多兩個 croissant 啊。叫啲三文治啊，咁其實一啲即係譬如叫外賣咧，你叫外賣嘅時候就會係你自己個區嗰度近嘅十零分鐘會到嘅地方啦。係、mm-hmm.。咁英國送外賣就好好嘅，因為好多人揸單車同埋電單車嘅。哦、oh,，OK。好快嘅啫。咁所以其實譬如假如我訂咖啡咁樣，咁我就訂多兩支水啊咁樣咯。咁即係自己去諗下點樣去一個方便嘅方法，同埋疏導下。因為而家咧，亦都大家都講啦，就係話啲老人家如果佢哋要隔離嘅話咧，咁佢哋去超級市場係佢哋係最大嘅需要。係啊，咁所以就希望啲後生仔唔好同啲老人家逼佢哋去買。嗯，咁我覺得呢啲都奏效嘅，即係呢啲嘅少少嘅消息咧，我見到都合作咯，即係喺大嘅餐嗰度。即係好似我哋温哥華都係有啲嘅超市咧，都係話有啲即係senior 嘅時間，即係朝頭早八點到九點咧，淨係佢哋買嘅啫，其他人就唔歡迎嘅，淨係俾老人家買咗先咁樣咯，係啊。係啊，同埋佢哋嗰啲佢嗰啲佛系咧，佢又有佢聰明嘅地方嘅喎。即係你表面上咧就覺得佢哋好奇怪，即係譬如喺倫敦啦，本身好多超級市場開到好夜嘅，旺嘅區可能開到夜晚十一點嘅。嗯。咁佢而家就話，而家因為多人嚟買啦，所以我哋咧縮短個時間。六點鐘我哋收啦，咁樣即係譬如咁啦，咁佢覺得好奇怪，多人買你仲縮短咁樣，咁但係其實佢有解釋嘅，因為尤其是而家疫情嚴重啦，咁唔想大家喺聚嘅時間係好長，即係希望大家盡量善用時間，而且咧就大家唔好囤積啦，而且咧我哋喺閂咗鋪之後咧，我哋要花更多嘅時間咧就全店消毒，係保障大家安全嘅。咁你講到呢樣嘢咧，咁大家又明白咯喎。明白，咁於是就開始啲人咧就會傾啦，即係有啲 suggestion 或者一啲傳媒就話，其實會唔會你哋有啲年青人，譬如嗰個區你鄰居有啲老人家喺你屋附近住嘅，你集埋一齊嘅 order， 然之後年青人出去買，令到唔好七個人裏邊一個人去買啊咁。咁呢啲嘅智慧咧就好快好快，大家又組織到咁。我見到都學到嘢㗎，唔係淨係佛系㗎。是啊是啊，咁啊我哋好开心啊，而家越嚟越多我哋嘅网友开始睇啦，有200多位啦。哇！系啊，咁同埋咧，好多人都好 surprise， 哎呀，梁子珊啊，咁大家好，系啊，好开心啊。咁同埋咧，有一位网友好得意，因为咧我哋好多人都觉得阿 Boris Johnson 咧就好似有啲癫癫地咁样啦，咁佢又想问，好乱咁样啦，又都。
即係有網友就問，其實英國人點樣睇 Boris Johnson？ 你有冇係點樣睇佢睇法對佢？初初咧就其實大家係震驚嘅，因為佢真係有佢真係走出嚟嚇大家嘛。佢即係佢嗰句其實第一次佢咁樣講咧，大家最震驚嘅就係話你要有一個預備失去你愛嘅人咁咁第二樣咧，佢就係話俾大家聽，你哋千祈唔好去醫院，千祈唔好打111。咁點算啊？即係大家諗住點算？你盡量咧，你如果你有症狀嘅時候咧，你就去最好就 online internet 報告你有呢件事先。咁就大就會觀察你，同埋即係會話，會有人話俾你聽點做噶啦。咁咁但係你咁講咧，其實就我哋敏感嘅即係民眾嘅接受就係話，哇！第一，你係咪話俾我聽好多人會死啊？第二，你係咪話俾我哋聽唔醫我哋啊？咁咁呢個係震驚嘅，但係其實佢可能係用咗呢一個去到好盡嘅方法，去令到即係 manage 緊大家嘅期望。即係你講到咁恐怖，我跟住大家就會好留心聽，我哋要做點做，點解你要咁做？咁變咗咧，佢由最緊sorry 最鬆啦，即係好似話我唔理你哋噶啦，翻去而家過咗十零日。我覺得整體大家又好似接受得好啲喎。係係啊，啱啊，係啊。咁你而家喺倫敦嘅街頭，啲人戴唔戴口罩㗎？開始有人戴，但係咧就我諗佢哋係因為冇口罩啊，即係佢哋買唔到啊。係。咁所以咧佢哋係冇辦法有口罩咯。咁最初好多人就最初我都嚟咗成個幾兩個月啦。咁過幾兩個月之前咧，啲人就問我。你出街人哋有冇歧視你啊？咁真係會有眼望望嘅，即係覺得你哋亞洲人係咪帶菌，所以你哋戴口罩咧咁。咁但係而家咧，我直情話俾大家聽咧，佢哋係直情好似羨慕嘅眼神。哎呀，你有口罩啊咁樣。但係即係大家都會眼神呢個交換，即係take care， 大家快啲做好你嘅嘢就翻屋企啦咁樣。喂，子珊啊，你話你留咗成個幾兩個月，倫敦出曬名住好貴嘅喎，咁係啊，你可唔可以報下價得唔得？等我了解下咩價錢啊？哦，好啊，好啊。嗱，如果咧你講五星酒店咁咧，你可能你就咁上去大家常用嗰啲 book 酒店嗰啲咧，你話五星酒店一間房咁樣啦嚇，兩個人住嘅，咁400磅、500磅都係平常事嚟嘅。如果你話去到300磅到咧，以倫敦松温嚟講咧，300磅到嗰啲係四星啊或者三星半嘅酒店咁樣咯。咁你可以想象就係、是，如果我真係要住個零兩個月咧，係唔得嘅，因為你嗱一嚟好貴啦，二嚟咧你落牀就得三邊牀邊嘅啫嘛，跟住仲有張書台，跟住就係。咁而我唔係嗰啲嚟到倫敦就一日喺街嗰啲人嚟嘅，即係我每一次嚟，其實我都好多時間要喺屋企，我要整下嘢食啊，我又要洗衫啊咁樣嘅。係所以咧，我就中意咧就住一啲apartments， 咁咧就有一啲咧就係介乎Airbnb 同埋 service apartment 之間嘅。咁因為咧倫敦其實都幾多人咧係投資買咗啲樓咧。佢就唔係自己住嘅，佢就係諗住租俾人嘅。租嘅，咁旅遊區嘛，咁所以咧，其實我就會揾一啲叫做 apart hotel， 即係 apartments 同埋 hotel 之間一個特別嘅 category。咁呢個 category 咧，有時你可以按你自己需要啦，你可以揾到一房啊、兩房啊、三房啊。咁我就最緊要有個廚房啦。係，好齊全啊！你個廚房咩都有喎嚇，焗爐又有 microwave， 係咪兩？係啊，好嘢嚟。係啊，係啊，好犀利啊！同埋我最緊要有窗咯，即係我覺得喺一個地方裏邊你冇窗咧，好似 connect 唔到個世間咁樣啊，咁咯，咁啊如果係呢啲嘅話咧，其實有機會可能係千零兩千蚊咁，你都可能揾到個兩房啊咁樣，即係你租長啲就平啲啦，租一兩晚就貴啲咁。係咯，咁啊，不過你呢間應該都唔會平啦，因為好靚啊 ，OK 啦，係啊。其實我諗咧，英國咧就唔係計靚同唔靚嘅，即係應該咧就係佢哋會最主要咧就係睇下你係咪新樓啊，即係如果係新樓嘅話咧，未必貴過新樓，未必貴過，可能佢好古舊嘅建築嗰啲，即係靚區都會。咁新樓我就覺得比較乾淨啲啦，完善啲啦，同埋講樣好笑嘢俾你聽啦。咁啊，疫情越嚟越嚴重，咁我哋喺香港咧，咪成日都提啲香港嘅朋友咧。家裡的U型渠啊，
係啊係啊係啊，我邀請佢，記住倒水落去啊咁。係啊係啊。咁有一日咧，我見到啲疫情嚴重嘅，我就突然間死啦！我未倒水落邀請佢啊咁樣，我即係瞓醒唔知自己喺邊咁啊。跟住咧，跟住我就全屋去揾個邀請佢。咁我就發覺咧，原來呢度嘅設計咧係冇邀請佢嘅喎。哦、即是没有一个渠口是给、即是在地下那里。那可能即是每一种的、apartment, 即是它新一点、或者旧一点、都有它的特色咯。譬如这一种的 apartments 就、会有空调啦。其实、很多伦敦的、屋呢，如果我们就这样租一些 service apartment, 你要看看它未必有空调的。它们可能有个暖炉。但是就不會有空調咯。啊，咁倫敦個天氣唔熱嘅咩？即係空調、暖氣同埋冷氣都需要㗎。其實佢哋冇嘅。係啊，佢哋唔熱嘅喎，唔知點解。嗱，佢哋咧就係真係好多舊嘅樓咧。咁佢哋好多樓都舊㗎嘛。即係我哋最正常見到嗰啲有個地牢一二三樓嗰種，嗰種最正常啦。即係街嗰啲紅磚啊、白磚嗰啲屋嗰啲啦，嗰啲好多都冇冷氣㗎。要啲業主自己去裝修，慢慢裝修先至裝翻啲冷氣。哦、但你又唔見佢有分體機嘅喎，所以其實、如果佢哋夏天嘅話，佢哋就開窗啦。不過一般就算佢哋幾熱都好啦，去到三廿零度都好啦，佢哋去到五六點嘅時候就好涼噶啦。哦 ，OK， 即係又似我哋呢邊咯，都係咁樣咯。夜晚就可以好涼嘅嚇，不過就話你倫敦就唔同我哋啦。温哥華唔係一個好大嘅城市啦，倫敦就真係一個 metropolitan。因為你如果你冇空調，你要開窗，咁啊好多塵啊，好多聲啊，出邊啲聲會都幾嘈，係咪啊？係啊，係啊，呢度都係。不過就算如果我住過一啲冇冷氣嘅咧，咁佢都唔會好潮濕。咁呢個係一個好處嚟嘅，即係你始終都好快又會有陽光啊，咁樣都唔會有陣霉味咁咯。咁但係我自己就即係住得耐少少，尤其是喺冬天，我覺得空調係重要嘅，因為你就咁暖爐嗰啲咧都唔係好平均嘅嗰啲，即係好乾噶嘛咁樣。係啊，唔係今日咧有網友話咧，做咩啊？你哋嗰啲時間咁樣啊，即係香港係五點幾啊嘛 AM， 咁啊我哋温哥華其實就係下晝嘅兩點幾，咁倫敦嘅時間咧就係係啦，因為咧我嘅嘉賓梁子珊今日咧就喺呢個倫敦。所以我就要就倫敦的時間咯。佢話：你做咩？香港你唔就我哋啲香港網友嘅咁，所以我解釋一下先。我會咧，我就晏少少將翻我哋呢一段嘅節目咧，就擺翻喺我嗰度。咁就幾個鐘頭之後擺，咁就會叫啲網友咧，亦都 subscribe 埋阿婉華呢個住家女人呢個 channel 啦。係啊，我都有啲網友係咯，咁佢哋喺香港時間，我就翻佢哋香港時間。是啦，咁啊嗱，都問埋少少倫敦啦。咁阿子珊，你幾時會走啊？咁因為香港而家聽講都開始嚴峻喎，因為好多人翻去咧，亦都好多人嚇可能會有社區爆發嘅。係啊，係啊，係啊。我按原定計劃咯，因為我原定計劃就係同個女咧就喺度過埋佢嘅復活節假期嘅。咁我又想講下我女好型喎。咁我女住讀書嗰度咧就喺倫敦市，即係側邊啲嘅。其實算是出了倫敦的了，就原定計劃就是他應該今個星期，即其實應該明天，過多幾天，他就放復活節假，他就出來，但是中間現在就多了停課嘛，其實他現在呢，就在學校那裡，他就跟我說，其實呢，我學校安全過倫敦，那我為什麼要衝出去危險的地方呢？咁佢就留喺學校繼續上堂咯，但係個上堂咧就係喺自己個宿舍個房度 online 咁樣上堂。online 係，咁我覺得佢好酷啊！佢好酷，佢一啲都，佢非常之冷靜。嗯，即係其實反而可能咧，我哋細個嗰時咪聽過《皇帝的新衣》啊，可能啲小朋友反而佢哋會係冷靜啲睇呢件事。咦？呢個地方倫敦可能好危險，咁。香港都不是不危險的嘛，即香港都有，一樣係，度度都係啊！而家我哋呢邊都好危險嘅，係啊，係啦。但係即如果你話突然間我哋要即刻決定，哇！臨急臨忙攞曬所有嘢走嘅時候，其實係咪留喺自己嘅地方係會即係等個mobility唔好咁大，係比相對安全。咁我覺得，咦？咁佢雖然細細個，佢睇到個 whole picture 喎，即唔使咁急，唔使 panic。咁啊，呢度就而家興一個字啊，唔係 stay out 啊，係 stay put， 即係你留喺原定嘅地方，留喺原定安全嘅地方。
看定啲先，咁樣咯。咁我覺得而家反正係一個全球嘅爆發啦。咁我哋都我自己就係咯，所以你頭先問我幾時翻香港，我會按原定計劃，應該大概係復活節之後咯。嗯哼，係。咁希望嗰陣時各個地方都個疫情都即係降低啲咁樣。咁起碼知道你女女而家佢讀緊大學，入咗大學。唉，佢就大鑊啦，佢真係。佢係升大學啊，即係 upper six 啊，咁就咁啱又遇到呢個疫情啦。咁佢哋有冇啲特別嘅安排？好似話有啲試都唔考喎，係咪有啲公開試？咁英國就宣布咗 A level 唔考啦，GCSE 唔考啦。咁因為呢啲係佢哋嘅英國嘅英國係嘅試嚟噶嘛。咁但係咧喺呢度讀書嘅讀國際學校嗰啲學生咧，其實就有一啲係國際試嘅，譬如我個女就係啦，我個女就係讀 IB 嘅。哦，咁 IB 咧就冇話唔考喎，因為 IB 係國際噶嘛，唔會話因為英國唔考就全球都唔考噶嘛。所以咧，其實佢應該係會考嘅，即係佢仍然係要應付四月底五月嘅試咯。咁所以佢而家就好冷靜咁喺學校但係匿埋喺自己個宿舍個房裏邊 online 上堂咁咯。咁佢應該佢嗰部分佢就照會考試咁，咁啊睇下到時情況點啦。咁不過有兩種嘅，有一啲學生咧就已經收咗啲大學嘅 offer 噶啦。哦，咁咁我唔知啲大學每一間自己會點處理啦。咁如果個大學已經俾咗個 offer 個學生，而佢係 A level 嘅，咁佢冇試咯喎，咁佢會唔會按佢個 offer 就按佢學校嘅成績？就公布就收生咧咁，咁如果佢俾咗個 offer 個學生係考 IB， 咁可能佢亦都按原定計劃睇佢 IB 嘅成績去收生咁咯。咁我知道就 A level 就稍後其實喺三月底就會有個正式嘅公布啦，即係會係同啲我諗佢哋都需要啲時間同啲大學針啊，即係點樣做啊？咁就IB 嘅話咧，亦都講咗三月27號就會有個公布啦。咁所以。各位家長，如果你的子女是讀 IB， 今年又考大學的就留意住3月27號就上網看看是那個考試會怎樣安排，有機會是可以即譬如我的女兒這個情況可以回香港考咯。哦，那你的女兒即是她最想的大學，你想的大學是不是都是在倫敦呢？看看英國呢，已經報了了，是啊，報了英國就是報五間大學這樣的，那你報了五間之後就看看誰給你 offer 你啦，那你就可以揀一間，跟住再 pick 多一間 insurance 咁樣咯。係啊，哇，係即係我知道你個女讀書好叻嘅，攞咗11個 A 啊，哇，好羨慕啊，好羨慕啊！你究竟有咩方法咧？睇你又唔似係虎媽喎，嚇你點可以令係咯？你點可以令到你個女咁叻？即係當然係天生啦嚇 ，DNA 遺傳因子勁啊，係咪咧？你可以講下係啊。嗱，係咪啊？講個輕鬆嘅閒話俾你聽啦。好啊，好啊。咁就我前夫啦 ，Steven 啦，你識佢啦，係咪啊？我拍過佢一個戲，係啊，但好遠距離嘅，佢係老闆啊嘛，所以我哋見面係好遠，嗨咁樣嗰啲，唔算識，唔算識，係啦，係啦。係，咁咧佢其實總共有4個仔女啦，咁啊即係 Ivy， 即係我個女嘅 step brother step sister 咧，其實佢哋個個都讀書都好叻嘅。哦，係。咁而我都知道，即係又好乖咁樣啦。咁我亦都知道 Steven 咧，佢自己本身就唔係好理啦，因為佢話佢要做事業啊嘛，係咪？係係。咁所以我就其實我以前咧都成日同佢講話，喂，你好好彩㗎，你咧幾個仔女又乖又即係自己讀書又自己搞掂咁樣。咁到我個女即係拉女啦，暫時係拉女啦，我唔知佢有冇啦，暫時拉女。咁啊，到佢考GCSE 嘅時候，咁因為 GCSE 咧通常就係考八科九科嘅呢度啲人，係咁佢就剔咗11科，咁我都諗住係咯，即係都唔知會點喎咁。咁跟住到佢放榜嗰日，我知道佢個成績之後，我就打俾阿 Steven， 我話：喂，恭喜你啊！你又再一次不勞而獲啦，即係你冇乜點理。但是又即係效果又幾好喎、啊，咁樣。係啊。我同 Steven 都會係其實都好主張係有得佢哋自己發展嘅。嗯嗯。即係自己去 manage， 因為如果你去太多個輔助俾佢咧，佢就可能點啊媽，你話俾我聽啦，你想我依賴咗你，依賴咗。係啦，但係如果你唔係嘅話咧，佢就去到一個位，佢都慢慢大個啦，又加上佢有去外國讀書嘅訓練啦，咁佢就會知道好多嘢自己搞。
如果佢自己搞唔掂嘅話，就係佢揾緊自己笨啫。咁即係咁，所以我估真係又好彩啦。我又唔係話特別去點樣栽培佢嘅。不過我記得佢早嗰兩日同我傾偈，佢都講，佢話好記得我同佢講過一句嘢，我就同佢講讀書唔使咁勤力㗎，最緊要作文叻。因为你好叻噶嘛，我知道你写嘢好叻噶嘛，系啊。系咯，我即系我唔系好叻，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写嘢好咧，都会有一啲着数。咁但系其实呢句说话都唔系就系咁表面嘅，即系内里嘅意思咧，即系话其实你要有好好嘅表达能力咯。系系，即系你要识得组织嗰件事去，譬如你个篇文系800字、2000字、4000、40000，你都识得去组织嗰件事喺边度攞资料。去做嗰、那個，好似你準備節目咁，你都要準備好多資料。咁其實呢種係一種表達能力。咁所以我好細個就同佢講呢樣嘢係緊要嘅喎。咁佢我諗佢有少少入咗腦嘅。係。不過嗰陣時佢有同我交換條件嘅，幾歲咋？佢話嗱，雖然係咁咋，但係你唔好諗住我要第時好似你咁做作家啊。唔係你做乜我就要做乜㗎咁樣。哇！好犀利喎，咁即係佢即係好獨立自主喎，佢諗嘢咁細個已經嚇，好有自己一套。係啊，即係佢覺得你唔好擺啲嘢喺我身上啊，不過你嘅意見我意見接受啦，我研究下啦咁樣。係咯，咁我都知道啦。阿子珊咧，佢好細細個咧。即係佢寫文章已經好叻㗎啦！我睇翻你嘅 Wikipedia 咧，就講你喺中學嘅時候已經將啲歌咧改歌詞啊咁樣啦，係咪啊？係咁就係啲老師啊咁樣。係咯，咁啊呢個係你嘅 talent 喎。咁點知你又用翻喺我哋嘅樂壇嗰度？亦都知你作過好多好多經典嘅，即係寫過好多歌㗎，係經典歌嚟嘅。嗯，系咪啊？写咗400多首咯，即系喺作曲及填词家协会里边嘅记录就系400多首咯。犀利，咁有啲系写咗之后，人哋唱片公司话唔要嗰啲咁。咁我谂我即系正式有记录嘅就400多首。系咯，我就睇你嗰个 Wikipedia 咧，讲你啲作品咧，碌极都未完啊，碌啊，系咁碌落去啊，碌极都唔完。咁啊，仲有你啲作品啊。我中意做多嘢，因为。你都要做到先得噶，系咪？即系你要有能力先做到咁多嘢，因为你就系做到，所以你先至做啫嘛。我就觉得咁，同埋你又写好多书啦。咁啊，最写书就系人都知噶啦。你写好多唔同类型嘅小说啊、专栏啊咁样。咁啊，对而家我哋嘅社会亦都好有触觉，亦都好感言啦。呢个亦都系我觉得你好勇敢嘅，即系同埋即系做一个女人唔容易啦。兼夹你而家个即系其实个。的情況就是你都是回復單身了，那可能即中間也都有很多經歷，即是我想大家都明白，即是很多開心的不開心一定有的了，即是怎樣去處理那個，即是我跟你在即私底下你講我告訴我，你說其實最重要即是離婚的最大的最重要就是說怎樣跟你的前夫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哇！呢樣嘢係一個好好深嘅哲學嚟嘅，我覺得係一個學問嚟嘅。不如同我哋講下、分享下呢樣嘢，我好想知，好想學。好。咁嗱，兩個人就即係可以天長地久，當然好啦。即係一段婚姻可以嘅，當然好啦。即係大家都唔會想喺中間特登咁樣去即係唔好聽嘅講法就係話個家庭冇咗啊，或者係即係個家庭破滅咗咁。咁但係唔係嘅，其實事實上即係當兩個人有仔女嘅時候，或者即係曾經有段婚姻嘅時候，那個關係係永遠嘅，即係永遠係曾經存在過嘅。咁所以咧，其實當我哋諗住分開嘅時候咧，我覺得男人都幾面皮薄嘅，即係男人都會係好希望如果。應該咁講啦，我將要維持住一個好同前夫嘅好嘅關係，係為咗個家庭，為咗個女，甚至乎為咗啲佢嘅其他嘅仔女，即係都好啦，即係大家曾經係一家人。咁我將個長遠目標咧，就係 set 咗話，無論我哋兩個人發生咩事，大家都要維持一個好嘅關係。咁我係有將呢一樣嘢擺落去處理大家嘅關係嗰度嘅。咁嗱，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喎，喺一段婚姻裏邊，女人當然要顧全大局啦，係咪？係係。咁但係其實你分開咗，都有一個要顧全嘅大局嘅，就係呢一班曾經係一家人嘅人，互相永遠嘅關係咯。咁我會好希望
尤其是我會特別諗我個女啦，即係作為一種身教，即係我都會想話俾佢聽，佢都會有佢嘅婚姻，佢都會有佢嘅未來，可能開心，可能唔開心，可能成功，可能最後都係要分開。但係最緊要就係你處理得好，係係咁呢樣嘢係就最唔影響大家，最亦都我亦都可以好快咁樣情緒啊，各樣嘢啊，做嘢嘅活力啊，所有嘢都翻曬嚟，即係唔好一冧咗就冧曬咁樣。係咁keep fit 要繼續 keep， 食好嘢要繼續食，享受人生要繼續享受，工作又要繼續去做。咁我諗，如果一個女人喺某一啲位度你跌咗落嚟，你翻唔翻上去，咁就愛你嘅人都會好辛苦啦，係咪？咁所以一早就已經將即使我哋嘅婚姻唔可以繼續，但係嗰個維持好關係嗰個完美嘅願望係 set 咗呢個目標嘅，咁大家都會希望俾面大家啦，大家都不出惡言啦，大家都係啦，即係良好關係，咁仍然可以有傾有講，咁咪望住將來嘅嘢，大家都係一個好嘅 intention 咁咯。係啦，因為我看過你一個個訪問，你前夫阿羅生啦，咁佢即係佢，你問過佢一句，你話你點解要追我？咁佢話啊，我好想揾一個拍檔，佢要夾 band， 係咪要夾 band？ 啊，我覺得男人可能都係咁諗嘢喎，即係佢哋覺得揾個女人翻嚟，其實除咗即係都喜歡之外咧，會睇下呢個人對我有冇用先。係啊，係啊，係咪啊？會唔會係咁咧？係啦。所以我話女人咧，其實原來都真係好需要，真係要 equip 好自己嘅嚇，即係原來大家都喺度睇緊對方啲條件，係嘛？唔係話你淨係靚啊，哇後生啊，身材好啊大曬，其實都唔係嘅，即係都有要睇下你本身有啲咩條件嚇。咁即係大家都係等價交換，我唔識講，即係都係要咁樣咯。所以好得意咯，我睇到即係係咯咁。但我又覺得是的，除非你即係青梅竹馬啫，細細個就可能讀書已經識啊咁樣一齊。如果你話唔係嘅，喺即係大家即係喺個社交度認識嘅咧，其實嗰種愛情係唔同嘅，即係有少少當然要喜歡啦，但係你都會諗下，呢個人對我有冇啲好處先咁樣係咪啊？嗱，咁我又咁睇喎。大家都當然希望有啲作用啦，但係咧，我哋每個人都會有先後次序嘅，即係譬如，如果我係我最緊要第一樣俾到浪漫我先咁，但係浪漫都要食飯㗎，咁啊浪漫先，跟住第二樣食飯。你譬如，如果你遇到嘅對象只可以俾到其中一樣嘢你嘅，咁你就睇下你嗰樣嘢係咪重要啦，即係我哋多數都會揀咗自己覺得重要嗰樣嘢先啦。係係。咁係咪咁好彩？你遇到一個係真係哇！我要十樣嘢，佢有十項全能咧咁樣。咁有時又唔等得噶嘛，時間唔等人噶嘛，係咪？機會亦都唔等人噶嘛。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可以遇到一個咁啱符合，譬如你有十樣，佢中咗七樣咧，你都執到寶噶啦。係係啊係啊，哇！真係收到錢，即係畢生收到噶啦，你執到寶。但係如果又咁講喎，有啲人咧就可能好貪心，佢就 set 咗好多好多樣嘢，佢要咁要咁。咁唔好嘅情況就係佢希望喺幾個人身上邊揾咯，即係譬如我想一個女仔咧，就要又俾到我刺激感，又要flash 嘅，又要靚嘅，一個咧我又要可以同佢拍檔夾 band 嘅，咁做嘢嘅，一個咧就好賢良淑德嘅，幫我睇住啲錢嘅咁，哇咁佢揾三個或者揾四個，佢夾埋佢嗰個 function， 咁啊唔得噶啦嘛，咁有啲要走噶啦嘛，係啊係啊，咁所以真係好難講嘅，即係於是如果情況成日都係咁發生，你又發覺自己都冇唔係話或者你覺得自己要求太高，咁所以其實咧，永遠係你 adjust 自己，容易過 adjust 對方咯。喂，嗱，咁但係你又我又覺得你嗱，你本身又寫咁多小説啦，咁啊必定係對男女之間嘅關係啊，或者係男性好了解，甚至女性好了解。咁你又本身又自己又有本事有能力，你要揾個對象真係好難。你係會睇得，即係你會中意啲咩類型嘅男人咧？你話俾我聽，即係好識揀嘅喎，我覺得你應該好識揀嘅喎，好識揀係嘛？嗯嗯。我諗嗱，可能係
用最簡單的方法講咧，就係我覺得嗰個男人一定要有某一方面係比我強，強到佢嗰啲嘢係我唔識嘅。嗯 ，OK， 咁於是呢個人咧就會好有啟發性啦。我唔係話要用喎，嗱，即係譬如舉例，當我遇到羅生嘅時候，我會覺得，咦，好，即係哇，做生意咁叻嘅人啦嚇，咁而且羅生，佢雙子座嘛，佢好多飯嘅，佢不嬲都係好多飯嘅，咁誒。我覺得啊，即係點樣點解會咁叻嘅？即係譬如著財經咁，你嗰啲可能點樣做生意嘅又會識啊，投資又識啊，搞電影啊咁。咁我覺得哇，佢喺商業上嗰樣嘢嗰種強咧，係我一個作家，我係一個作家啫嘛，老作啫嘛。我覺得哇，你真係好有一方面有一啲嘢好強，而我係唔識，咁我會覺得啊好強啊，我仰慕你嗱。即係其實我覺得。能夠仰慕對方是很重要的，但是不是說全面地去仰慕，即最好就是有些東西我厲害，有些東西你厲害，那我仰慕你那一方面，那那一方面就可以，哇，都有排學，有排看，有排去發掘啦，這樣，是不是？所以，我想如果最簡單的方向就是這樣，那個人可能有某一方面很厲害的，那我就覺得他比我強，我就可以以一個小女人的心態是有個強人在我身邊啊，咁譬如羅生咧就商業嗰邊好強啦，咁我又試過中意，我諗我都中意有才華嘅男人嘅，即係譬如佢某一方面嘅才華好叻嘅，譬如我雖然我識寫詞啫，但係我唔識作曲嘅咁，咁我可能我都會見到啊，原來有個人係彈琴好叻，咁我都會覺得嗱呢一方面就係我而家去學都學唔切嘅啦，我唔會有佢咁叻啦，咁啊有一樣嘢係佢叻咯咁樣。咁我亦都曾經即係譬如我上一個男朋友啦，而家分咗手啦，好不幸咁樣。咁佢就煮嘢食好叻嘅，咁我又 manage 同佢都而家都關係好好，即係我哋繼續即係生意上面嘅拍檔啦。咁譬如煮嘢食好叻，我又係我畢生都唔會有佢咁叻噶啦。咁我又覺得啊，只要有一方面你揾到一個partner 或者係你嘅前任啦，係你有嘢 admire 佢咯。咁但係咁喎，調翻轉頭講喎。當你遇到一個人，你喜歡他的時候，其實你應該去發掘你去 admire 他的地方，即是可以調轉頭 work 的。嗯。即是你遇到這個人，他又對你很好，你又即合適的時間，又大家 available， 那可能你在他身上盡量發掘別人的優點咯。因為你一個人懂得去找別人的優點，就總好過你經常去找別人的缺點的。嗯，因为缺点必然有，但如果优点咧，就是你们两个一起相处的时候，唔使啊，相处得耐咧，啲缺点啊自己走出嚟噶啦，冇错，唔使揾噶啦，系啊，系咁都讲得好啱，同埋我觉得你 EQ 好高咯，即系通常咧，你分开就梗系会令到你有啲嘢系真系即系挽救唔到、弥补唔到嘅嘢，唔知系啲乜嘢，总之一啲嘅事，但系你最后。就算你跟羅生也好，或者跟你現在的男朋友，我覺得你都還是說，你笑著說，啊，我很可惜，不過不要緊，我們都是partner，即其實，怎麼來的，還EQ，即通常都真的會反面的嘛，很多人都會，生氣了，這樣，是咯？反面的，即那一刻都是反面的，都是會瘋的，都是會瘦曬，都是會瘋著，都是會狂喊，都是，都會有把持不定，Lita 又話：，你唔好再揾我啦，跟住自己又打翻俾人啦，即係有嘅，一定有呢啲嘅。咁但係你知道呢個係一個過程咯。咁大家都 mature 啦。咁同埋譬如我 so far 我又 manage 到，因為其實我覺得去到最後兩個人曾經相處過，你都會記得，因為都係認真嘅感情啦，即係都唔係玩下嗰啲啦，都相處過一段時間啦。咁大家都 remind 對方都曾經有好多好嘢嘅，雖然最後都即係個爆發點係大家唔可以一齊。咁然之後，我覺得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去到最後，你諗下呢個人，離開咗呢個人，佢會唔會係害你嘅先？如果你覺得呢個人哇，第時佢可能會做一啲嘢害我嘅喎，咁你就會係一個持續一個反面嘅狀態。但如果你同自己講，其實呢個人。無論點都好啦，或者係啦，無論發生咩事都好，你覺得佢唔會害我嘅。去到有咩事嘅時候，我都仲係可以同佢講嘅。咁即係講翻，佢未必救你，不過佢即係譬如我同羅生講話，我冇藥，佢都唔 send 俾我噶。佢但係佢話阿女有啊，你問阿女啊咁樣。哦，即
即係嗱，類似咁，佢未必會救你，但係佢唔會害你。你我哋就永遠記住呢一樣嘢，呢個人相處過譬如婉華，我覺得婉華係永遠都唔會害我嘅，咁我唔會去特登去再做一啲刺激對方嘅嘢或者唔開心嘅嘢。咁其實人同人都係，即係始終我都係覺得人之初都係性本善，尤其是對你愛過嘅人啊，或者有恩情嘅人啊咁。咁可能我咁諗啦，咁對方咪會咁諗咯。如果調翻轉，我揾翻個機會害佢，佢咁對我，咁你咁，咁人哋會睇得出噶嘛？人哋都做咗幾廿年人，係咪？咁所以我覺得係你做好自己嗰部分啦，你做好自己嗰部分咧就。盡量啦，即係當然亦都唔排除話唔係㗎，你對佢點好，佢都係害你㗎。咁就下次識過好啲咯。如果係咁，冇啊，即係李慧敏嗰首歌咋，我活得比你好咁樣，去嗰報仇咯。大家好啦，唔使一定比你好，即係咁講，大家好都係好事嚟嘅。係啦，嗱，子珊咧咁啊，有才華啦，又靚女啦，同埋佢又做生意好叻嘅，佢好多生意頭腦。咁啊，而家我知你都。好多飯嘅喎，又做經理人啦，又做飲食啦。我見到你嗰啲一包一包嗰啲咧，即係好方便嗰啲 lunch， 你可以講下俾我哋聽下，會唔會將你嘅生意伸展埋嚟我哋温哥華，可能都有得做喎。咁啊，希望啊，你講下，你講下嚇，食粒糖先。你見唔見我咧？而家成日走嚟走去啊！係咯。其實咧，我而家覺得咧，做生意咧，其實真係可以。而家即係又全球一體化啦，係咪？即係其實好多賣嘢嘅網絡都係網上邊，其實仲有效過你話哇！我間鋪頭要揸三個鐘頭車去到咁樣。咁所以其實喺我 set up 生意嘅時候，我已經係諗緊呢樣嘢就係話，我希望做一啲嘢咧係我將嗰個模式搬去邊度咧，都係做到一件我中意做嘅嘢。咁其實我嗰個飲食生意咧就係覺得。都好多年啦，都唔係而家啦，即係大家都係求個方便同埋衞生同埋品質好緊要。咁以前我哋一定要去餐廳先食到嘅熱辣辣嘅好食嘅嘢，我有冇辦法可以做到大家係可以喺屋企都咁好食咧？咁係at 一個affordable price 喎。咁所以我其實就花咗其實年零時間去做一啲呢啲咁嘅研究啊，即係一啲 food science 嘅嘢。咁就於是就做咗。所以我個生意叫食物研究所咯。哦，咁我有個好好嘅 partner， 佢係米芝蓮廚師，咁佢可以慢慢研究啦。我就諗後邊business model 嘅嘢啦。咁我走嚟走去，其實我就覺得其實呢個生意係可以喺好多地方都可以做到嘅咁啦。咁我就所以我都周圍去睇下，其實我會睇下邊啲有華人嘅地方，即係係啦咁。我自己如果在一個華人的地方，我又可以多華人的地方，我又可以做自己的創作，我又可以將我的生意模式搬來搬去，跟不同人合作。如果看到大家都在家都吃得好，其實挺開心的。是的，其實是的，是你每天的獎勵來的嘛，給自己。因為第一，我們買東西，我們給錢就，即是希望買到一些，當然是價廉物美，又健康，又少一些的，對身體不好的一些，即是物質啦，這樣的食物啦，那這樣東西，即是不介意給錢咯，如果真的有這麼方便的東西，我們經常都用錢去買時間的啦，包括食物都是的，有些東西，哇，整好曬的，適合我，是不是？我趕時間嘛，那啊，除非現在，即是這個疫情，就大家，全世界的人都要在家之外，如果你運作回正常，我都很趕時間的，這樣，所以我覺得你這個 idea 是 very good 的，即是，是啊，其實呢，除了時間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的，就是地方了。其實呢，如果以香港的情況呢，其實大家香港呢，很沒有地方啊。嗱，譬如你都有煮下嘢食㗎，係咪啊？都有，都會，都要處理一下。住啦，因為多人多要食飯啊，要煮嘅。咁你有冇發覺其實你雪櫃裏邊咧，你要揾好多位咧，就擺啲生嘅肉啊，擺定啲豬肉啊、骨啊，擺定啲藥材啊咁。其實你最後係為咗個煲湯嘅。我煲湯就咁大煲，但係你咧又要咁擺，要咁擺，又儲啲嘢，咁跟住淮山就冇咗咯喎，咁啊豬肉就仲有喎，咁你好煩惱嘅。其實將呢一樣嘢專業地交咗俾一個人做，其實咧而家我同我買我啲湯包嗰啲客咧，佢話我聽，我雪櫃越嚟越大啊，點解你個雪櫃會越嚟越大嘅？因為佢慢慢就覺得如果我係咁樣買，我又揀到中湯，又揀到西湯嘅話，我其實唔使儲備定咁多肉喺屋企啦。
尤其是而家香港人就即係更加直情唔想去街市，即係唔想有咁多接觸嘅機會。咁當你唔使樣樣一忽忽咁樣喺屋企，其實煮一個靚湯有好多好多嘅組件噶嘛。你唔使咁多嘢一忽忽喺屋企嘅時候咧，你又啊試過呢個味我中意嘅，有米芝蓮廚師去幫你睇住個 quality 嘅。咁於是你其實你要嘅就係、是、就係擺嗰啲嘢，咁你又唔需要咁多咁繁複嘅嘢啦。咁、mm-hmm. 所以其實我啲客咧係同我買越嚟越多，哇！你買咁多，跟住佢話係啊，我雪櫃大咗啊嘛，咁樣咁我就成日咁樣講笑。咁所以其實我最初去諗呢一樣生意嘅時候咧，唔係淨係諗住慳大家時間，仲係慳大家地方，因為我都實實在在知道。Mm-hmm.你想做得好啲嘅話，其實你係好多嘢要預備。咁大家嗰個時間，即係大家都忙啦，係咪？咁而家係啦，咁所以又咁啱，可能我有少少先知先覺。我由2018年嘅五月就開始呢一個研究咁樣咯。係咯，而去到即係出爐嘅時候咧，都發覺咦，真係大家有呢個需要喎。但製造會不會 很困難？因為你又要很新鮮啦，地方又要很乾淨啦，係嘛？即係我諗到係很多工序的、容唔容易做咧？呢個生意其實咧最重要是嗰啲 equipment， 因為咧其實家用的煲啦，同我哋專業廚房用的煲啦，種種都很不同的，即係譬如舉例最簡單就係講 size 先啦，我哋嗰啲煲咧。是可以煲250 liter 嘅，250 liter。譬如你我哋自己屋企煲咧，可能係幾 liter 嘅啫嘛，係咪？係咯，係咯。咁我一次過就其實我可以，譬如我可以擺落去嘅骨或者擺落去嘅肉，就係好大嘅組件。嗯哼。咁即係其實咁佢出嚟嘅效果會更好嘅喎，即係比我哋你煲一大煲同你嗰個細煲，咁其實加埋其他嘅嘢啦，一啲即係 science 啲嘅嘢，譬如話係。你的火力啊，你的電壓啊，你那個煲裏面究竟有多少蒸氣，多少水啊，那這些就交給廚師他們懂的了。是。那變了呢，個問題反而是同一時間我們做很多樣產品的時候，我可能要20個火，多少個 induction， 多少個爐，多少個東西，那個是一個程序的問題，但是就大大地省了每個人個別自己做的時間咯，我一個人做了它，跟住就 send 俾大家咁樣。係啊，咁就所以我的生意其實就唔係淨係解決家居嘅。最初咧，我哋係為了解決啲餐廳，因為其實餐廳裏面都冇咁多煲，因為香港寸金尺土啊嘛。係啊係。咁變咗廚房冇咁多地方，冇咁多器材嘅時候，哇！而家啲煮食方法又咁多嘢變化咯喎。嚇！咁變咗有啲餐廳就唯有犧牲，不如我煮冇咁耐啦，不如我煮得冇咁好啦，不如我用少幾隻汁啦咁。但係美食其實就係即係好多好仔細嘅部分嘛。咁、所以我其實就係一種諗法、就是，就係喺工廠區啦，即係香港嘅工廠區啦，黃竹坑啊，你知唔知？你記得啦，海洋公園嗰度。係啊，係好遠下喎，都你喺嗰度啊，我開咗個工廠。港島都 OK 嘅。OK， 咁就其實係主要係慳，我就係想慳大家嘅地方，慳大家嘅時間。咁就然之後嘅食物又冇 compromise 嘅，咁我覺得就應該大大咁樣幫到我哋啲又為食又要貪靚又要忙又要喺屋企嘅女士、男士、小朋友咁樣咯。係咯，真係好有諗頭啊！我覺得係啊，子珊你好叻啊，同埋我又見到你嘅 YouTube 啦嘅頻道啦。都有周圍去嘅喎、哦，你而家又喺英國啦。之前我見到你喺馬來西亞嘅喎、哦，咁你又話、其實馬來西亞都幾好住嘅喎、哦，即係我又睇你有介紹過。其實如果譬如俾你揀嚇，即係唔好講話移民嗰啲先啦，太遙，即係嗰啲太咩啦，太 long term 嘅嘢。即係譬如俾你去住下，你會揀邊度咧？香港啊，馬來西亞定係即係倫敦咧？其實我人浮於事。行走江湖，我哋都嚟走噶啦，未來到。有。咁點解咧？一嚟就我覺得人咧，始終都會係睇你最愛嘅人，你最著緊嘅人喺邊度啦，係咪？即係譬如我喺屋企喺香港嘅屋企人，咁我唔會話唔喺香港嘅。咁未來幾年，我女應該如無意外都會喺英國讀大學。
咁我又成日都會喺倫敦。咁跟住譬如有華文市場嘅地方，我都係好想去做嘅，因為譬如大家會將會見到我多啲喺馬來西亞、新加坡或者台灣咁樣啦。因為我係做創作噶嘛，咁我就即係無論寫或者點樣，我都係中文啦。咁我又即係又唔心識喎，即係我仍然係做想做好多即係創作嘅嘢啊，或者係甚至乎有啲人係佢自己做嗰啲創作嘅，我會幫佢啦，以個經理人嘅身份去開拓啲市場。OK， 所以我會睇多華文市場或者甚至乎廣東話嘅地方。係咁，加拿大其實有機會我都過嚟探下你，即係因為好多人喺呢度住，其實我哋唔係成日都要睇億億聲嘅市場噶。有時你做一啲嘢係，就算係300人、500人，佢哋需要都係一個需要嚟噶。你都可以變成一個好有意義，又自己又有興趣，又做到生意，又養活到一啲同事嘅 business 噶嘛，係咪？即係所以唔係下下你都要億億聲，你先至要去往嗰度走嘅。就算我係幫10個人、20個人，咪諗一種嘅模式，係大家可以幫到咯。做互助社都可以做到人世噶。係啊，係啊。我真係想同埋有一樣嘢咧，就係、你都話我啦，成日都白捉咁多爪係咪？咁中意做咁多嘢嘅，咁即係呢啲係性格嚟嘅可能。係啊，所以我覺得咧，應該係呢段時間，即係喺女士去到我呢個年紀啦，我都想用自己去人肉咁樣去證實一下，其實仲可唔可以再發展繼續發展一啲嘢嘅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完咗一個譬如諗幾多歲就退休，或者係完咗一個婚姻，你就甚至乎愛情生活啊，甚至乎係任何第二啲嘢或者事業，你成日俾自己一條線，好似話一條 deadline 咁，咁就每朝瞓醒唔知為咩喎。係啱。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你冇為自己啦，要為下自己咯，因為你係啦，舉都咁大咯，係咪啊？係啊，之前做咁多嘢都係可能為人哋去做，因為為建立一個 family 去做，但係而家你終於可以有時間為下自己啦。係啊，有時咧唔使諗得咁詳細嘅，即係你覺得想做可行，諗到一二三咁你就做啦，你唔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唔使嘅，你嗰個四五六七八九十咧，你行下就會行到條路出嚟噶啦。係，所以我其實好想用自己嘅經驗咧，去顯示俾多啲女仔甚至乎男仔知道，任何時候你都可以去 start 一啲嘢，未必樣都成功，未必樣都會係好，但係個過程啊嘛，個過程你已經做緊啊嘛。而家尤其是而家咁啊，你點知聽日咩狀況咧？係，即係啊，做自己中意做嘅嘢，每一日起身你都知道自己為緊乜嘢咯。系咯，我亦都好多谢咧，趁呢个机会多谢有阿 Britney 就有货金啦，好多谢你有货金，多谢你嘅支持啊，系啊，因为你哋嘅货金咧对我哋嘅营运咧都系好有帮助嘅，系啊，咁真系好多谢。咁啊，仲有一样咧都要问一问子珊，因为其实咧喺而家香港呢个时代啦，咁啊，即系我觉得越嚟越艰难。即係唔係話經濟嗰方面啦，而家當然有疫情啊，令到我哋經濟好艱難啦，同埋我哋嗰個生活啊、言論啊都開始好有壓迫，係咪？咁其實你而家喺呢個 moment 咧，即係都會出嚟，即係會講一啲説話，其實都係勇敢嘅，係啊。咁你對於呢方面你點睇啊？即係係啦。嗱，我諗咁樣就我不嬲，即因為我做寫作啊，所有嘅嘢咧，以前都主持下個節目啊，咁我都係一個表達嘅人嚟嘅。其實你要我唔表達咧，即喺自由嘅情況之下，我係會中意表達嘅。咁如果你話我唔表達咧，可能係因為我有啲 burden， 有啲負累啊，或者我有啲嘢好驚咯。咁就會令到我想講嘅嘢都唔講。但係其實呢樣嘢係唔鼓勵嘅。即係其實我哋成日都會叫人有咩你叫講啊，有咩你要表達啦、啊。無論點你都係一種意見，咁呢啲係我哋
由咁多年嚟嘅一種學習嘅價值觀嚟噶嘛，係咪？亦都係而家人哋講嘅，大家講嘅普世價值。咁誒、所以我覺得誒、我其實冇諗大家諗咁多嘢話啊，你好感言啊，好勇敢啊咁樣。調翻轉，我覺得咁誒、我會首先睇下我會唔會影響人先啦、啊。咁誒、當然啦，喺段婚姻裏邊，我會誒、多啲嘅顧慮嘅。或者小朋友太小的時候我都會多些顧慮的、怕影響、就是、最近的一陣人嘛樣。但是其實、但去到現在這個時勢，我真的覺得如果連我們這些已經是最、怎麼說呢，最卑微的表達來的了，是最 mild 的話，是幾個字，是很 mild 的一些東西。如果我們都不說一句一種感受，是的、不說一句真實自己真實感受的說話、或者甚至乎要委曲或者是說相反的說話，那實在太委屈自己了，即是起身都是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我又不是很得的，所以我都是只是用一支筆而已。那、我覺得在這一方面是一個很重要的精神上面的支持，即是支持、我們覺得對的東西，還有起碼支持自己，自己為什麼要做一個人先。係咯，咁同埋我又知道咧，嗯，子珊而家開始又有一個，你開咗個 Patreon 未啊？開咗個 Patreon， 係啊，同阿少華啦，阿於飛係嘛，趙博佢哋幾個，我有睇你哋嗰四個人聯播嗰、那個係啊，係咯，咁都係一個好嘅開始，係啊，係啊，一種誒點講咧，一種共同嘅行動啦，因為其實誒。我跟少華咧就唔算係全職嘅 YouTuber 嚟嘅、我哋都有自己嘅業務去處理緊啦。咁但係我會支持即係創作嘅人係應該要去其實而家個時代亦都一路咁樣轉變緊，即係而家其實我哋會好直接去同消費嗰樣嘢嘅人去直接交易啊。是即是譬如好像剛才你說有個你的 fans 很好感他課金，他這個是出自真心覺得咦我看了這個節目開心，我想支持一下遠華的營運、因為即背後都是有些 production 都是時間都是資料搜集，所以、就變成是一個很直接了。我覺得、譬如、在 YouTube 即、大家都很關注的黃標事件裡面，其實意義不只是說、賣不賣廣告，真的絕對不是只是這個層面的，是背後、有沒有一個言論的導向、或者是、趕埋大家一邊不要說這些人、所以我覺得這些是我需要是憑著個心是支持、一些 很努力的 YouTuber 的一個行動咯。所以、我自己都會、都在 Patreon 那邊開始啦，我會寫多些東西咯，好适合我闭关，系啊，系好啊，都好想睇下你即系再写翻嘢咯，咁同埋见得多，见翻你而家好靓女啊，即刻容光焕发啊，见人见智啦呢啲，咁系好嘅，真系好嘅，咁同埋都见你都有将你嘅声音都拎出嚟同大家分享，都系开心嘅事，因为呢个系大家系非常之艰难嘅时间，而家系系啊，系啊。大家雖然不要說我們溫哥華那麼遠，其實我們的心都是沒有離開過香港，即都是一樣是非常、非常之貼身的問題的，還有切膚之痛，所以、我們會繼續支持、大家、還有、我們都會很支持一些即 YouTuber 啦，我們、是的，好不好，即我們團結一點，我想都是多一些的團結就多一些聲音啦，這樣、是的。 Patreon 就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新的媒體，因為我連在 YouTube 我都很新，所以我都是一直在學習、是的，也都是的，希望以後多一些跟子珊多一些可以互動、多一些聊天、因為有很多女人的東西呢、就是分享，因為我想很多網友都很想聽，特別我都說了，我們這些年紀就不是說再去、即是初戀啊那些怎樣啦、怎樣選男仔啊這些，即是其實是說一段感情已經這麼多年，怎樣還可以維繫得到呢？有很多我見到都不容易，可能維繫不到，即有些什麼我們要需要堅持呢，或者是不堅持呢，這些都可以值得談一下的，即是感情，是啊，很多的學問在裡面的，是啊，那我覺得即是
係咯，即係你頭先講嗰個話係一個好闊好闊嘅範圍，好闊啊，係啦，總之可以享受，即係大家都可以享受嘅時候，當然係享受啦。但係如果唔去到一個艱難嘅情況，都就要諗下點樣面對啦，或者調整啦，或者點樣行落去啦。咁即係種種都好多。我唔成功啊，我係一個失敗嘅例子，但係都願意攞個失敗嘅例子出嚟去。我覺得你唔係分享，你絕對唔好咁樣講。我覺得呢個年代，你勇敢地行到出嚟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有很多人做不到的、很想做的或者我不知道、其实反而我们看你是一个勇敢的例子，不是，是啊，绝对不要这样看，是啊，所以是啊，感情的事很有趣的，很多东西看的，即我们初做年轻女的时候憧憬结婚啊，或者同一个人的感情啊，原来好像行到这么多年又未必是那回事啊，咁样啊，点样面对呢？同埋女性点样好似你咁可以自强不息呢？点样去永远俾人感觉一个好 refresh 嘅，好多创意，好多即系好多谂头，亦都有好多新嘅搞作嘅。我觉得呢啲人先至吸引力强。好，多谢，是不是？你是，你是啊，都好想听下女仔，女仔点睇女仔都好，我都有好想知。系啊，系啊，系啊，反而我哋最唔知系呢样喎。互相鼓勵啊，男人通常同係啊睇法唔同嘅，咁我哋都尊重男性嘅睇法，咁但係女性嘅睇法都好緊要嘅，係咪啊？係啊，係咯，咁好啊，嗱，我哋今日咧，因為都講咗成個幾鐘啦，咁好多謝，係啊，有啦，咁即係都好多謝你啊，啊，係，以上咁我亦都要多謝翻課金嘅朋友啦，有位 Steven C 嘅朋友有課金嘅，係啦，咁我哋咧會 keep 住同阿子珊會有互動嘅，咁啊希望大家係咯，大家留意睇阿子珊，我就知道佢同阿天命師傅咧有一個指天招。好懒啊！你帮我闹下佢啦，我冇货啦，咁样我飞咗过嚟咧，我冇存货，咁跟住咧，我就同佢讲话，不如我哋喺 Zoom 嗰度录啦，系啊系啊，跟住佢就话，你翻去先咯，系啊，佢咁跟住我又唔敢强逼佢喎，你帮我闹下佢，佢都听你讲噶，都唔係嘅 ，Zoom 呢樣嘢佢係會比較，我都問過佢噶，佢都啊，多再問下佢先。我再問下佢，我話佢今日真係好多謝梁子珊，好多謝你嘅分享啦。我哋有排傾下，仲會請教你噶，好唔好啊？遲啲再傾過，好嘛？揾我，係啊，你唔好收線住喎，我哋先走啦嚇。哦，拜拜，拜拜。